上面玩呢？他们一般都是比较喜欢玩那个圈圈，那个木马，他们是在那里玩的。哦，那个旁边的扶手处都是那些熊猫宝宝咬的牙印。哎，天，那边也有人。他们的玩法跟我们小朋友的玩法不一样。所以就是amazing, they just and for me.多大了？一岁三个月。这么就这么大？去年七月出生的。就这么大了。有一定胖。还。他们是比较健康的那一种，因为他们是四五岁左右吃的，大概是八十左右。所以，the keepers for the triplets must be very busy finding the nest. Yes, yes. 不要说这些，我们都在做。他们的毛色是不是非常好看的？对，哎，他们一直跟妈妈一起吗？成年之前都会带，每年都会跟妈妈带。有吗？有，真的是我们比较高，哎，他们就带一个是比较差不多吧。我要休息三四个月。哦，带到来做老师，对呀，那个是老三来的，然后这是最小的三姑姑，对，这边是我们的老二帅帅，那边是大姐姐萌萌。哦，这是谁？一个姐姐两个弟弟，他们有什么反抗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都是看到后脚跟的那一点点白色毛，一般都是看到它白黑一样一样的。后脚跟它有一点点长，比较多一点。就是看你看它的比较多，三 D 酷酷一点的。你看它的腿比较短，没有表情的。他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睡在那个石头门口那里的。那个 pose 有点，而且他一般睡觉都会拿那个手遮住眼睛，好像很害羞的样子，怕惨啊。嗯，没有有哦，他觉得可能上面那些光太刺眼了。对啊。哎呀，这里，那个身体里边。